等一下第十三题、第十四题哈，其实都一样。如果有这种斜面有缺口的，你就先把它补回来啊。所以老师先把它补回来，我们先这个先当做先不理会它啊。所以这里两个单位啊，这里深度啊，这里高度是四个单位嘛啊。好，一二三四五个单位啊。好，来，现在开始画啊，上视图的单位，这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单位。Done with.